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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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干啥不穿衣服啊？那有没有可能你穿的就我衣服呢？那我衣服呢？你昨天喝多了，吐了一地，那保洁阿姨给你收拾了。在哪儿啊？酒店呢？我咋来的？就知道自己打回来了，这点酒喝的。哎，这谁呀？还有二弟吗？二弟，啊，咋回事啊？昨天晚上我俩正搁那喝呢，完了你非得过来跟我俩喝，然后后来不知道咋回事，你俩就非得搁地上咣咣磕头拜把子，我是咋拦我也拦不住你俩。磕的啊，到现在最卖力了。谁打的？磕这样啊？二弟呀、啊，大哥对不住了啊！那不对呀、啊，不对呀、啊！喝顿酒花6000多？啥花6000多？这还有个套房吗？你啥套房也不能6000多呀！啊，我想起来了，他昨天晚上为了扶你给胳膊卡折了。这点人情啊，二弟呀、啊。大哥属实是对不住了啊！谁是你二弟呀、啊？我是黄星，你是黑星，他是绿星。嗯，这咋整成社团这套业务？哎，谁不说呢？你起码我们就快再睡一会儿吧。对的。别动别动，我没穿衣服。我知道。那干啥？咱俩领证了，合法的。不是，我开玩笑呢，我明天我就离。那草嫩不嫩，得尝了才知道。哎，好了，水库里哦，不闹了，哎。